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林淑莲老师。现在疫情时间，大家在家里有没有待得很无聊、很没精神呢？我们现在来做一些运动，跳肚皮舞。如果你是从来没学过舞的，或是说有接触过了，我们欢迎今天来一起跟我们一起运动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我们预备，右手抬高向左边，我们来拉右侧腰，三四，好，换边，左手抬高，左手侧边，一二三，好，然后扩胸运动，右手左手高，扩胸运动，膝盖要往前推，好，扩胸，右手左手，右手左手，换左边的扩胸运动。左手、右手扩胸，双手交换使用。好，脚抬高，双手也抬高。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。好，现在可以往后面拉。手抬高，脚抬高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屁股往上拉叫 Maya。啊，右边、左边。Big circle 就是大圈圈，我们可以画个圈圈。好，然后再换边，前后前后，V circle。好，我们下肢运动，右边、左边、右转、左转、右转、左转。好，我们可以拉筋一下，我们的右腿抬高，右手抬高，右脚拉开，换后到前。好，换左脚拉开，左手往后转，然后。后面到前面转，好，膝盖交替，做一下伸展，好，扭转，这个前后前后胯骨前后前后扭转啊，右边左边右边头部右左右左，好，右边左边右转左转右转左转，半圆绕圈，我们先半圆放松，颈椎放松。右到左，左到右，右到左，左到右，好，绕圈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换边，前到后，前面到后面，右到左，绕圈，绕圈，好，现在肩膀前后推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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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。六七八，胸部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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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左右左右左横的胸部滑移，右左右左，好，画八，右到左，前中后。前中后，前中后，右边的前中后，现在滑移，右滑，左滑，右滑移，左边滑移，膝盖打直，胯骨往右侧、左侧，肚子、腹部吸进去，凹凸，with 好，身体的像 camel 一样这样，去，脚跟抬起来，右边的脚跟抬起来，左边的脚跟抬起来。右边，右边，三、四，脚跟踩下去，好，左脚脚跟抬起来，好，再踩下去，胯骨下下下下，抬起来下下，肩前前前，我们把一些动作组合起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整个连起来，要跳舞喽。蛇手，我们现在整条舞把它连起来，右左右左，胯骨右左推，头右左右左，颈椎放松，胯骨下下下，肩膀右前左前右前左前，肚子吸进去，吸，胸部上。上下上下，
画八，一样动作画八，我们可以双手抬起来，一样跳曲曲，把它带到舞里面去，整个舞马把它边内把它串联起来，这些基本动作。Big circle 就是大圈圈，打勾胯骨打勾，大圈圈胯骨打勾。谢谢各位观赏，我的教学你们还习惯吗？谢谢这次 DTSF 中华民国国际舞蹈运动总会策划这个线上的舞蹈教学节目，真的，防疫期间大家辛苦了，那能够在家里运动的话，尽量要站起来运动哦。那防疫期间要记得要戴口罩啊，勤洗手啊，那尽量不要外出哦，大家要健健康康。我是泸州林淑莲老师，我平常在社区啊学校教学，喜欢我的教学方式，欢迎你们来找我，谢谢，耶、yeah.